想必你已经注意到了，你来到这里的时间要比姑晚三个月。就在这三个月里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变化的起因正是姑在荒岛上度过的那三年。虽然姑曾数次加固了霍豆的封印，但是姑离开的这三年还是太久了，足以让霍豆破封而出，危害四方。而霍豆袭击的第一个目标便是黄帝国。虽然千年以前姑曾使用阵法封住霍豆，让黄国免受异兽侵害，但这次当姑试图再次启动阵法时，才意识到姑的身边那些曾经与姑并肩而行的人都不在了。空有阵法，没有他们的帮助，姑才意识到这次如果要封印住异兽，难度远超过往，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。至于元君那边，别说回复，就连两位使节也是有去无回。两国不约而同选择了旁观，等待我国与霍豆战得两败俱伤，寻得一个能够乘虚而入的机会。等到姑研究出新的阵法，想去找丽塔和他一同封印霍豆的时候，诸君，请随我出战。这好像是丽塔的东西，在那边吗？偶尔徒步行进倒也不错。这里也，跟我来。我们不会输的。你中计了。在那边吗？背后就交给你了，跟我来。北斗诛邪，除凶去妖。河流的下游，那是丽塔的镰刀。烤鱼看起来不错，但是我拒绝。地在云锤，天赋风扬。在河边看到了丽塔的镰刀，那里也早已没有霍豆的踪迹，只有随着水面起起伏伏的花瓣。丽塔躺在水中，像是静静地睡着了。她身上都是伤口，但伤口早就不流血了。姑抱起丽塔，他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，但身体却变得好轻好轻，好像血已经从他身体里流光了。姑看着宰相，忽然感觉不认识他了，但是姑不知道为什么。姑抱着他想啊想，想到逐渐看不见河边镰刀的影子，只有镰刀孤身之影的立在那儿，
星辰从海面升起，洒下冰冷的寒意。孤终于明白了，无论何时，丽塔看着孤的时候，我总感觉她含着笑，因为她的眼睛总是在笑的。但是，孤再也看不见她的眼睛了。孤再也看不见他的眼睛了。后来的故事，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孤是要替宰相大人报仇。就在方才，孤手刃海盗王和英雄王，终于为丽塔报仇了。只是还有一个人孤还未杀。当然不是，孤为何要杀一个疯癫之人？他不相信丽塔已经死了，总是想去唱歌给他听。皇国自然不能有这样的统治者，所以我胁迫他退了位，同时我给他下了死命令，让他只给我一个人唱歌，不许见丽塔。对他来说，这样就算见不到丽塔也不奇怪，毕竟我囚禁了他。不过，这些事都过去了。我，姑突然有了兴致，你陪姑下棋吧。舰长或许认为姑的提议有些唐突，但棋局如战局，有些事也只有在下棋的心境中才能明了。舰长，姑看你这害怕的眼神，不会是怕输吧？怕输的话，姑让舰长直红先手。卒五平六，刚刚舰长是怪姑岔开话题，那么我们现在继续吧。说来讽刺，因为宰相大人的死，几百年里姑未曾做到的事，却在这三个月间悉数完成，将六进一。姑有时总想起那时人说的话，自今而始，汝二人便得长生不老之躯，若无外祸，将永生不死。但是不老并非是不死，将六退一。前卒平五，不，是比那更早的事情了。卒四平五，卒六进一。
居五平三。九退二，居九退二。无妨，居九平五。见长。